来来，先第一单什么？烘烤鳕鱼。干，这么早会有人吃这种鬼东西的吗？这个吗？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拿错了，放，拿错了，这个才是。关起来，怎么做、啊、这个？忘记了。盐三居，胡椒粉三居，甜椒粉。干，胡椒粉在哪里啊？这是百里香，靠背哦，胡椒粉，来，三居，一二三，盐了，盐巴在这里，来，撒。三句，哎，多了一点点，没有关系啊，重口味一点比较好吃嘛，对不对？甜椒粉，妈的啊，甜椒粉呢？啊，在这里，跑这么远干嘛？4、5 ，OK， 然后放它去煎，开火，怎样煎了啊？35，柠檬汁、橄榄油、脱水黄油，靠，别了这么多油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花生油啊。对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煮饭用的，橄榄油，要放这么多油的吗？你妈糖尿病啊！你等一下，这个啊，对，柠檬汁也是5G， 赶快，淋落去 ，OK， 啊，铲它，耶，完美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有，靠背啊！你他妈粘着我的铲子这样，放下。柠檬切成20G， 把它对半切。等一下，这两样东西是什么鬼啊？丢掉了。哎，我的柠檬！干，柠檬很贵耶。还有一粒。来，放下去。哇，这一坨黄黄的，是我昨天拉的尿了，忘记骂。20G， 切。等一下。这一颗歪了，我要把它放好来。Perfect， 来 ，Perfect body with a perfect smile。干，我切的太美了吧？好，完美。来，翻这个肉，他说了吗？还有一点点，叫我先拿盘子啊。盘子。拿这个，这个比较好看。3、4，然后还要来拿这一个什么草。3、4 ，OK， 完美。哎，你不要给我调皮哦，我的鱼要焦哦，啊，很调皮哦，哎，干，来捡起来，慢慢捡，不要急，捡，完美。那刚刚放那边，它直接给我掉下来是怎样？我放这里啊。完了，我的鱼要弄了。Yeah. 啊，弄了一点点，没有关系。翻起来 ，perfect。记得，哦，已经煎好了是吗？哦，已经煎好了，关。来，然后把它装上来。OK， 完美，5颗星，有没有？我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来，5颗星。啊，你最后一颗空的是怎样？客人很高兴，然后你给我4颗星，吃屎吧你！哦，这个是刚刚我拿错的那一条鱼啊，这个要烤的。放下来，黑胡椒5G，百里香5G，干丝螺5G，百里香，1、2、3、4、5 ，OK。黑胡椒，哎，这里。很乖哦，你很乖哦。4、5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百里香啊啊！百里香在这里哦，躲在那边哦，很坏蛋呢。哎，放下去，完美，一条完美的死鱼，来把它放进去烤，放不到，要对很准，放下去，哎，有啊。OK， 把它拿进去烤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要放这个干辣根啊，柠檬也是好像刚刚这样子，没有问题 ，steady 蹦 bb， 来，好，先拿3个大麻，然后柠檬，好像刚才这样子，切，
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赞了吧我！我等下要记得放这一个调味料。OK， 现在就等它熟就好了。你熟了没啊，大佬？整张修修。OK， 加油好不好？赶快！我要拿五颗星啊！哎，熟了熟了熟了，来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哎，哦，没有掉，我以为它掉去地上。拉这个盘，小心小心。OK， 完美。那条死鱼来啦！出山！叭叭叭叭叭叭！哎干！我忘记放那个调味料啊！没有关系，再接再厉。评委马上要点菜了啊！今天有比赛咩？生活我不懂了，这是什么？新菜色耳味。没有给我一点准备啊！虾，等一下，虾在哪里啊？虾，哦虾这边，20G啊，只是哪一个吧？我们应该不是吧？虾要120G啦，看我还以为哪一个，六八十十二 ，OK， 我的数学还是很棒的 ，OK， 盐10G加入煎锅中，煎锅。哦，煎锅是这个，等一下上面有那个什么油倒掉，然后放这边，给倒下去，来霞霞慢慢呢，盐，他讲盐是不是盐10G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还没有还没有，干我好像放太多，黑胡椒。黑胡椒10G 完美，然后拓水黄油啊，煎50秒 okay, 哇干这边垃圾场，拓水黄油啊，啊这里这里拓水黄油，他是说 50ml 对不对啊，刚刚 OK， 等一下开错火，下面才是脱水黄油只要30L，干完了这个吃下去，血压立刻飙高。哦、放这里。哦，这样快就好了。哇，真的会变红色的哦。他说只是放柠檬吧，好吧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漂亮耶！我弄得那个颜色很好看耶，好像是这样子吧。超好看的，哇！真的是不当厨师真的是浪费了。你看有没有4颗星？赢了，稳稳了，客人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油酱多吃了，立刻进医院。哎，这个是最简单的三文鱼，因为我最拿手了。来，丢一下这边，这个要倒掉，要倒掉，要先倒油。30ml， 哎，然后三文鱼 ，Dang Lucky， 盐五，黑椒五 ，Nice， 还有那个什么土豆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锅，我干，里面是什么鬼东西啊？积了很多天的油，倒掉。哎 ，OK， 倒掉，然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是要放水啊。OK， 赞哦，20G 的盐啊，20G 对不对？啊？啊？我放了多少啊？所以是，我又不懂放了多少 G 的盐了，黑了这是。土豆。然后开火，这个好了吗？哎干，差点弄掉，烦哦！这个颜色一看就懂是上等好料，这个颜色。然后这边还有两颗睾丸，先拿盘子啊，准备一下盘子。哎，等下，等上菜。那、啊、这边两颗睾丸怎么煮这么慢呢、啊？里面有精子是不是？
我放这边，然后关掉，只有这一道菜吗？哎，几时又出了来这一道菜？我不知道，干，原来还有第二道菜哦。好像之前这样子拿去煎啊，搞完你好了没有？搞完，搞完还浅一点点。这个柠檬汁也是要五，我记得。哎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熏高谁会？还有这个脱水黄油，这个橄榄油也是要五。先上这个菜，先上这个菜。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来了，你的搞完餐，上菜，不用客气。哇，我还摆得这么漂亮耶。为什么只有 2.5 啊？哦，盐放太多了是不是？干，又来，又是这个啊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我煮是不是？来来，这一条鱼的菜又来了，记得要放，记得要放干辣根啊。等一下，现在的顾客很挑剔啦，吃少一个调味料会死人的。 OK， 来放下去，四，然后来点大麻，三，快点来着来着，不要吹。我的鱼好了吗？哎，我的鱼好了，对对对，放那个调味料，干什么鬼啊？干辣根，有这个东西吗？啊，没这个东西啊，那我去买啊。干辣根，哇，来五 ，OK， 哎呀，来喽，出餐，这次有放了一个，这什么干辣粉？哎。等一下，妈的，直接给我掉完下去抢，反正没有人看到是不是？捡起来，赶快，还没有超过五秒，捡起来吃。来了，你的这个香喷喷的烤鱼，嗯，哇，四颗半，有我们厨房地板的味道，完美，少黑酱都吃不出来。